翡翠石板据说是由三重伟大的赫尔墨斯所记录，而赫尔墨斯则是古埃及智慧之神透特的化身。因为翡翠石板上记载了宇宙的奥秘、灵魂的永恒以及灵性的修炼，所以被许多神秘主义者与炼金术师视为古代智慧的宝藏。翡翠石板提供了关于宇宙结构和人类意识转变的深邃见解，尤其是在如何面对死亡、理解灵魂的迁移上有着独特的诠释。关于翡翠石板内容的真伪，我们今天不做赘述，只简单引用其中关于人类濒死瞬间的描写，探讨与现代科学对濒死体验的描述是否一致。在翡翠石板上，关于人类濒临死亡的瞬间是这样描写的：当死亡迅速向你逼近时，不要恐惧，要知道你是死亡的主人，放松你的身体，不要紧张抗拒，将你的灵魂之火放入心中，然后迅速将它扫向三角之座，短暂停留片刻，然后移动到目标。这个目标是你眉心之间的位置，生命记忆在此掌握。将你的火焰保持在大脑座位，直到死亡的手指抓住你的灵魂。然后当你经过过渡状态时，生命的记忆也将随之经过。此时，过去将与现在融为一体，所有的记忆将被保留。你将摆脱一切倒退的束缚，过去的事情将活在今天。在翡翠石板上，透特是以指导的口吻将一切智慧呈现给人类的，这一段话也是指导人类如何面对死亡。所以前面几句话主要告诉人类当死亡来临时应该如何迎接死亡，而后面几句话又着重描述了当人类做好迎接死亡的一系列准备之后会发生什么。那么会发生什么呢？正如石板所言，当死亡来临，人类处于死亡过渡状态的时候，生命中所有的经历与记忆都会在一瞬间闪现在大脑中，过去与现在融为一体。而在现代科学中，对濒死体验的定义是指人在接近死亡时可能经历的一系列奇特感知，包含隧道视野、生命回顾、出体体验等。权威研究指出，濒死体验的发生并不仅限于濒死之际，有时在深度冥想或危机时刻也可能出现。很多科学家如 Bruce Grayson 等在大量研究中将濒死体验分为几个核心特征，如进入隧道看见光亮回顾、一生以及与神秘存在互动等。其中隧道室也是最典型的濒死现象之一，体验者通常描述自己沿着隧道或黑暗空间前行，最终看见明亮光源。现代科学家普遍认为这可能是由于缺氧脑化学反应等因素造成的视觉现象，然而翡翠石板中的记载却为这一现象提供了另一种解释。当生命在逝去时，灵魂便沿着光的通道声向更高的存在。生命的逝去在这里单只肉身的死亡，而灵魂会沿着光的通道声向更高的存在，这个更高的存在则是指更高的维度空间。这种对灵魂旅行的描绘似乎与濒死体验中穿越隧道的描述非常吻合。我们再看生命回顾的现象，在濒死体验案例中，生命回顾也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现象之一。具体表现为濒死体验者会回顾自己一生的所有经历，大脑中如同快速播放的胶片电影。现代科学把这一现象视为心理上对自我反思的一种激发反应，而在翡翠石板上则有这样的解释，灵魂会经历其所有的记忆，直至达到更高的理解。它暗示了生命回顾不仅是生理反应，还是灵魂进行自我整合的必要环节。按照翡翠石板的说法，当灵魂脱离肉体，则意味着解脱了一切的束缚，不再受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可以在不同维度的空间穿梭，也可以在时空隧道里穿行，不管是回到过去还是去往未来，都不再受到限制。日本有一位因经历多次濒死体验而知名的人，叫木内鹤彦，一生中经历过四次濒死。据他的说法，当他经历濒死体验时，他的灵魂回到了童年时代，还可以提醒童年的自己及时避开危险，还可以回到500年前，通过附体的方式指使一个人在一个寺庙的柱子上写了一个鹤字，后来他去那个寺庙去验证，却有此字。总而言之，对照现代科学研究来看，翡翠石板关于灵魂旅行的描绘
似乎为理解濒死体验提供了另一种深层次的哲学视角，亦或灵魂视角。简单来讲就是，或许濒死体验并非单纯的生理反应，它可能是人类接触到更高存在的过程。翡翠石板中的古老理论或许也意在提醒我们，死亡并非终结，而是意识的一次升华。那么，关于人类的濒死反应，朋友们认为哪一种解释更有可能呢？翡翠石板，还是现代科学？欢迎留言讨论。